这个产品2014年就出来了，但是为什么不被我们这个现在人大量的使用？这个很简单，业障啊，这大家不信，看不见。哎，我花100块钱去买几盏燕窝吃，那我看得见的。你这个东西，你说有用，可以作用6个月，那谁知道啊？谁知道？啊，这就是人的业障，业障。我们体内的气，在我们没有修成净色身的时候，它叫业气、业力气，叫业劫气，又叫业力气。它这个充满着我们的十二经络，充满着我们的4个脉轮，阻碍着72000条脉，所以使我们体内不能大明。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些脉里的业劫气、浊气、阴气给释放出去，转换成透明的气，那么才可以什么？才可以使明德明起来，明德。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在最近经过实验和全面了解，这个高科技产品实际在2014年已经是诞生了。这个是美国的科技啊，后来被我们新加坡的一个老板买回来，然后现在厂家是咱新加坡的，这是我们新加坡的，将来大家会看到是最荣耀的一点，就是可以利用有形的这么一个芯片来摄取自然界的无形波啊，然后通过这个波再传递无形的粒子，然后作用我们人体啊。为什么没有这个大量的这个传播？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众生执着有形的不相信啊，什么玩意儿，这么一个小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就有那么样的一个神效啊？这是自己的知见立志，是为无明本，说障碍着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使用啊。我们的意识是一种障碍，大家要突破它啊。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制造很多的假象啊，所以这基本上推销这种产品的，只要有效的，他们业障都是很重的啊。我带着这个工作人员去这个他们的公司一去啊，他进去还没进门头就晕，在里面一直是晕的，出来也是晕的。今天问啊，师傅咋回事呢？这不是这个对大家有好处东西怎么会晕？我说你不晕才怪，那些众生的冤亲债主哪会让你把这个给他们啊？啊，给他们这个都成坚固金刚身了，他不能作用他了，那他怎么弄着他难受啊？啊，说是不是业障吗？不是业障，说是我们是福报，确实时机到了。这个2024年是大健康产业在全球大兴的这个20年，进入离卦运了啊，说是我们的高盐养汤项目出现了，然后这个小不丁点的这么一个高科技，这可是真家伙啊，这个试验了以后效果特别好啊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这些修行人的福报，所以是才有机会去接触到真的东西，而不是那些忽悠的人的东西。给自己一个掌声吧，好吧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